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我们年纪去玩王者荣耀啊。今天的英雄是李元芳。哎呀，完了，皮肤好像没扔上去啊。我有应该有那个什么糖果皮肤。刚才不知道选什么英雄好，在那孙悟空还有什么纠结之中，最后还是选了一个李元芳。这边我看一下，走上路走下路吧。请做好准备，走上路，全军出击。你拥有了不起，你拥有不起啊，什么意思？在看你，一直在看着你。在看你，一直在看你。飘飘飘雾海，怎么一下两个？还好钟无艳在此支援一下。我怎么还没二级呢？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来来来，磕头。花木兰跑了，我们去打呀蓝 buff 吧，打个蓝 buff 先。哎，蓝呢？蓝到哪里去了？没人打吧？怎么蓝没了？小心花木兰啊！看见花木兰了，好像又来一个。在看你，一直在看着你。都去打呀！我操，去打下面的。韩信，再来四级去打暴君都可以了，开个大打暴君，刷刷的就去了半条血。打不动，打不动，我再去上路打。不会输我。后面有个妲己，所以说我要先走。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他们两个都躲在草丛里面，要小心点。这家伙居然不去救韩信，还跟我打，这妲己傻。他没血了，对方要是孙尚香，这个时候下来我就死翘翘了。没血，我吓跑了。上花果羞答答，人生太复杂。这次还在看。快跑！破坏者正式绝望。哎，我怎么死的？被孙尚香射死了，我操！让他看热闹，看热闹就死了。这边电视在看蜡笔小新、蜡笔小新是蛮好看的，对吧？老少皆宜的动画片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去打花木兰。暗夜才是密探的主场。躲在草丛里面。哥，我这拆塔也是很快的，全部到中路去了，这么快，我们没有办法来支援。我们过来已经都打完了。对方居然被我砸死了啊！暗夜才是密探的主场。这一技能就是好用的，是延迟时间搞死人啊！而且是被人锁定一技能以后，那个再打他的话速度就快啊！在看你，一直在看着你。我来拆塔吧，对面感觉弱爆了，需要我去支援也能搞定上面啊。几下就拆完了啊。抢他个野，他们都待在中路哎。这家伙好傻啊，直接给我搞，给我和韩信搞死了。哇哈哇哈哇哈，没跑掉啊，一下子跑，没看，没注意到啊。我去，我换韩信好溜啊。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走吧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老是抢的东西。暗夜才是密探的主场。快跑快跑，哟哟，扔一个大进去，让他们自动去走走，你们的中路塔就不要了。开始撤退。你有权保持沉默。快跑快跑！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这波没攻进去啊。哟，来追我呀，他们不追我专门欺负达摩。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肯定都看到我了吧，我看应该走人。差点就把韩信解决掉了。
想解决不了韩信，就解决花木兰也可以嘛。哎，小本本上八卦羞答答，人生太可怕。一会儿，我的闪现怎么这么久？冻住他！想跑，你再厚的雪也经不起我们这么连环射啊！啊这一波被我们压着打，打这么惨。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走路没拦路。基本都是强攻啊，好像。我们要过来凑个热闹吧，总不能没有我吧？我还不爱想去打主宰的。这一波打得太轻松了，随便射都能射得10.5分，对面的小怪兽。